哎，太过分了啦！哇，你们看演出的这个，好嘞，哇，卡赫纳莱，我是高光一列车长，来109年1月7号，台北站，9001班从白车室。哇，远处的那个台湾高铁卡赫纳拉彩绘高铁700T型高铁列车。哎，真的很夸张啊！看看有南港，哇，这是高铁列车哎！我人生只能在台北站碰到高铁列车，700T型，卡赫纳拉嘛，可爱的兔子彩绘。来台北站关闭车门，然后怎么死？我死掉，死掉！我小明跟班长们都丢我们垃圾罐。远处的卡赫纳拉彩绘，我小明跟班长们都丢我们垃圾罐，就这样，拜拜。